灵命打桩，我们借着默想祷告，让圣灵帮助我们把神的话深深地种植在我们的心灵深处，好叫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永不震动。第三诫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出埃及记20:7，要认识神的名，要认识神的名，要认识神的名。在整本圣经中，神的子民常常呼求神的名，神就会以各式各样的名字来显现他自己。神的每一个名字都有神的性情，都是神的爱，都带着神的能力。神要我们认识他，更深更深地认识他。今天神说要认识神的名，要认识神的名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，让要认识神的名这句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人呢？除了知道这个人的名字，我也要知道这个人的个性，他的性情。主啊，我们认识你也是如此。主啊，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了你。但是我们许多的时候，我们并不真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名字，主，你向我们显明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原来你的名字包含了主你的同在。当我们认识你的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向你支取你名字的大能，我们就进入了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你的名字不单如此，主啊，更有你其他的属性。主啊，你的名字里面包含了你的救赎。主，你的名字包含了你的赦免，包含了你的能力。主啊，甚至一切的丰富，主啊，都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透过你宝贵的名字更深地认识你，主要可以与你进入更亲密的关系，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神你所要给我们一切的丰盛。我们谢谢你。主，我渴望更认识你。主，求你帮助我，
赐给我智慧，赐给我聪明，帮助我从你的名字里面去认识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。耶和华，你的名字是自由拥有，你的名字代表你自己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从你的名字里面明白你的属性。主啊，向我彰显你名字里面蕴藏的一切丰富，一切属灵的祝福和意义。主啊，帮助我透过认识你的名字，进入与你的关系里面，进入你名字的能力里面。我是，我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你就是我的神，我赞美你。主啊，我怎么可以不认识你呢？你是那拯救我、爱我的主，为我牺牲你自己的主，我怎么可以不认识你呢？我要靠近你，我想要熟悉你，我怎么可以不认识你呢？我要爱慕你，我要追求你，我怎么可以不认识你呢？主，你的名在天地何其的美，在地上，在天上，万物都要因你的名虚膝跪拜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更多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更多的靠近你。全靠近